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也大设计》。随着圣诞节的来临，又来到这个古老的争论：圣诞老人真实存在吗？还是父母用来欺骗小孩子的方法呢？今天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国外镜头抓拍到圣诞老人的画面，是真是假？让我们一起辨别一下吧。我坐在雪橇上，快奔驰过田野，呼唤小牛歌唱，把铃声响叮当，跃进山歌欢唱。我们今晚滑雪真快乐，把滑雪歌儿唱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！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小女孩。